好，这个川呢，开始折笔的明显度更大。那折笔这其实是用笔的一个很重要过程哦，我们书法很容易这样。所以我们来看这写的过程，这个这样滑进来，这很自然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带，其实这是一个自然带笔一定很容易产生的动作。第三笔从这里过来，压下来，然后几下往下拉，然后收笔，这样。好，行书的笔画不像楷书要做一大堆什么收笔，比较少，不是完全没有，比较少。这是第二个字。